前看齐，墙上写着心相连的三十二岁。早上好，中国，现在我有冰淇淋，我很喜欢冰淇淋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加大，那么国有企业的海外资产将如何的得到有效的监管，以防止国有企业资本的流失，我们推出了哪些。中国就是交心啊，我做很多采访，很多，所以在第一个采访我有一个错误，所有人问我如果我可以用中文